于谦浩，于谦浩，于谦浩，你叫于谦浩啊？对。叫你怎么没听见呢？啊，牙疼啊。牙疼。OK， 坐下。啊。我看看。张开嘴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好大的洞啊！看看你坐这儿，一个洞，一个洞，一个洞。你说一遍就好了，说三遍。这是洞的回音啊！这么大洞，怎么办啊，医生？拔掉。拔掉会痛吗？打麻药，小丽准备麻药。哦、哎，这么大的针。嗯，可以给人李医生来配合一下小丽。哎，哎哎哎，先生不要怕，您坐下，打了麻药就不疼了啊。打麻药不疼。来，小丽到这边来。不用付钱，先生，现在还不用付钱呢。让我想看一下，麻醉之前还有多少钱？啊、哦，知道了。小丽配合这边。哎。坐稳了啊！好，配合一下小丽，安全的。哎，别动！哎，拜托奶。坐稳了。张开嘴。好。好，哎，就这样，一二三就不疼了啊！哦，一二三，哎，好了，打完了，麻没？呀，麻没？麻。哪儿麻了？坐在我腿上，我腿麻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嘴麻没？也麻了，现在可以手术了。OK， 准备一下。先喝点威士忌，喝了，这是消毒用的，少喝点。好了，准备手术，李医生准备好了吗？喂，徐先生，还知道吗？嗯，马上就拔牙了。李医生好了吗？你也喝一口啊。好了。好。怎么回事？不要怕。什么医生啊？哎，我的妈呀，怎么不太好使了？嗯，哦，这都是用这个工具来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一点都不同吧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好，别动啊！别动！一、二、三，走！啊！不行！快动！还有茄子！哎呀！来，吓死人了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下次不会再来了。